Alan。麦菜，帅哥麦菜。拿蛋，拿蛋，麦菜。哇，水伯呢？哪里呀、啊？麦菜啊！吃飞鱼了。听说什么腌制食物在这里？原住民的蛋白质来源。你应该转转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个蜂窝，这好恐怖。好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感觉一下。没有味道了。嗯。哎，不行了。不要那么小气，这个整盒给你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会怕高吗？我怕不安全。我也都想说，我想要先去看一下。哦，我会紧张啦。哎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让我们欢迎谢欣颖。哇！哇！哇！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叫的有点大声啊？还好还好，感觉如何？啊！哦，终于，我刚刚紧张的。这看起来有点可怕哎。好斜，因为这有点斜，所以这边很厚。看起来超超斜，而且有点恐怖哎。没有，我觉得它冷冻的时候还好，它刚软软的时候，我用挖的，我都好怕它破掉。这个，这个我有点不太敢吃哎。你确定只加二分之一吗？我加一半而已，嗯。哦，一半那么多哦，超恶的，超恶的。什么啦？你先吃，我不能跟你讲，你先吃，你才能知道我想表达什么。好好好，不是味道，嗯。我想说应该就烘蛋嘛，但没想到有那个蜂蛹，它没有把它弄破，它太难弄破了。所以你就这样一吃下去，嘴巴都还是那个蜂蛹的形状，那你必须得把它咬下去，然后又有点难咬。我们之前煮过的都没有今天的精彩，真的假的？这个真的太猛了。嗯，回去跟很多朋友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没有？神秘大品牌啊，我很爽哎、欸啊！你想学三腔叫吗？不好听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听到，听到，听到。还有消音的。有看到？妈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对，超大。是把它锯下来，然后我这边接吗？哇哇哇塞！哎、欸，举头三尺。有。这有没有到三尺、啊？有八下。举头一尺而已。哇！哇！有吗？哎呦！哇！喂，不要走！哇，超重！哇，这超重的，内脏超级多的，超重，要五十只吧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！ 好，东西，东西都带下来，带下来，带下来。等一下，哎呀！哇塞！等一下。加油加油！我们一半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这只是才刚开始而已哦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好，就这个地方哦，因为它的落差很高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作，可以，我可以，就是在这边施工。好。挖深一点哦，你再放下去，它就会比较牢固。我们下去的时候，好多阶都是，你中间应该还要有个一两阶的那种高度，然后我们就刚好有帮某一阶就再加了一个。你才发现原来就这一阶有多辛苦。好，抬头看，头上有一个主神，对，抓它。对，眼睛看着你的踩点哦，慢慢下。对，慢慢下。哇！小心，哎，小心。啊，这边我放开下去，天哪，怎么？啊，是吗？这个踩点。嗯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怎么？哎，你就放开嘛，右边，嗯，右边的沟那边还有踩点可以踩，把绳子抓紧。好。啊！还好吗？有撞到吗？
抓着那个绳子的时候，然后我可能手滑了一下，我头整个就往后撞，还好安全帽都有戴着，就是震荡一下这样子。手机扶石头。哎呦呀 ！OK， 直接撸。小心啊！哎呀，因为我是比较小心的人，然后危险的事情尽量不太会去做，因为没有尝试过。我有一度觉得就是我不要去泡温泉。小心小心！因为还有溯溪，我不想去，就在快要哭出来，但没有哭。哇哇哇！来了来了，嗖！哇，哎，这水好冰啊！哇，然后全湿了。OK， 好，湿透啊！这好冰，可以可以。推一下，推一下。推一下，推一下，对。好。这一个。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。好像有越来越比较不怕了。哇，好温暖。好爽啊！好温暖，我不想回去。今天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像从就是鬼门关走一遭这样子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，我觉得可能夸张了，但是那是我当时的心情。很多旅客他们就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用路人我们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其实立松温泉不是，这个是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合力完成。而且我们今天爬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一阶，然后很心里面真的有一种很荣幸。我有参与到这一阶的制作，我觉得过很快。我现在回想起第一天，我觉得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，很好玩哎，是真的很好玩。然后跟拍戏那些都很不一样，就是一个难得的体验。